来了，我们上课了。我还想说是不是九点半，我在楼下待了好久。对啊，来来来来，再待久一点，不要再待久。我刚才路上看到谁呀？好像看，我刚才是看，好像是你吧，还是谁？你们四个是不是在那个路口？嗯，是我看错吗？有你啊，紫衣服有你啊。对啊，紫衣服那不是紫的吗？是我看错了吧？在永利路啊，你们不是四个人吗？是早上，你们怎么那么早？八点半吧，对吧？对，我很早就来，我想说是不是九点半上课？好，来，开始。我们上次讲完了第一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第二面也讲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下面还没有讲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物理变化这边跟你讲过了，还没讲。上次讲了物理性质跟化学性质，对不对？然后物理变化，我跟你讲哈，它就是有没有产生新物质，知道吗？所谓的物理变化就是说，它没有产生新物质，它之前跟之后是一样的东西。好，也就是说你要写出来分子组态，它讲白了，它就只是三态变化而已，可以哈。大部分我们说啊，只要你是三态变化，就固体变液体啦，液体变气体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三态变化，没有产生新物质。所以你记得哈，上次我跟你讲过。很多外面的分类方式会跟你讲说，所谓的物理变化，你就是看啦、可不可以返回来啊？如果可以返回来，就是把反应过去的原因消除之后，把它反应回来。反应回来之后呢，它能够变回原来的物质，这个叫做物理变化。这种方法是不对的哈，你不可以用反应过去的时候会变那个东西，反应回来的时候又可以变回原来的东西。这样子来分你是不是物理变化，这样是不对的。因为有些化学反应啊、它是可逆向反应的，就是可以变过去也可以变回来啊、变回来会变回原来的东西。可是问题是你变过去的时候一样是我们的化学变化，因为你会产生新物质。所以你千万要记得啊、物理跟化学变化绝对不可以用可不可以返回来来算，你要用的是有没有产生新物质。一般而言啊、国二生因为比较不懂，所以呢我们都会说只要你不是三态变化，你就把它当化学反应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、然后呢这边有几个啊、稍微要跟你讲一下的，你听好。溶解在国中好，溶解是当成物理变化，可是溶解其实是有分的，它有分先物理后化学，就是先物理变化再化学变化，或者是纯物理变化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哈，溶解啊、溶解，好，是物理变化，溶解好，在国中是物理变化，好，物理反应，物理变化，这是在国中哈，这是在国中啊，溶解是物理变化。可是呢如果是考的比较深一点，比如说食盐的溶解啊、你在国二的时候你填物理是没有问题的啊、你以后要填，比如说食盐溶解。它就是先物理后化学，是物理化学通通都有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那国中呢哪些溶解啊是一定是物理的哈、举例哈，例如说食盐啊，不是食盐，糖溶于水，糖溶解，糖溶于水中，糖溶于水中啊，这个是物理变化。还有谁？酒精溶于水，你就记这两个，知道吗？好，它一定考这两个，酒精溶于水。考这两个的时候啊，它是物理变化，超过这两个哈、如果有先物理后化学或者化学变化，你是可以选的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哈，那你要记得哦，例外，记得食盐，大部分都会考食盐了哈，食盐溶于水，老师，那我在国二我到底要填什么？你在国二的时候，只要看到溶解，你就填物理就对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但是食盐溶于水中，你要记得它是先物理后化学，先是物理变化，先物理，因为它溶解还是物理的哈。但是之后它会有一个动作叫解离，就是分解成离子的状态。好，所以呢，它是先物理后化学，整个过程中后面是化学变化，先物理后化学，可以啊、这个你要记得哦。好。那物理跟化学变化其实讲穿了，就是看有没有产生新物质嘛。然后呢，你还要自己注明消化是化学，因为产生新物质，可以啊、消化之后，食物消化前、消化后，当然东西是不一样的嘛，可以吗？所以消化是化学反应，可以哈、
好，那你这些例子通通要背起来哦。这物理变化有很多啊，水凝固成冰啦，水加热成水蒸气啦，葡萄糖溶解在水中啦，然后呢，玻璃碎裂啦，水银受热膨胀，受热膨胀就是我们的物理变化嘛。那下面的化学反应呢？就是产生新物质的反应啊，就是火柴燃烧、铁生锈、食物消化啊、煮熟、光合作用、呼吸作用，这些通通都是可以哈。好，下面有一个很大的图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图啊，其实还蛮重要的，但是有一点点的，有一点点的算第一次考试啊，不考这么凶，可以哈。你要看一下，这是冰的受热图啊，冰的。冰的受热图，我给你写一下啊。你们学校已经开学几天了？两天。去学校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感觉啊？无聊啊？开始上课没有？还没。开始啊？好，你刚开始啊，你这个要考好一点哦，要考好一点啊，加油！我知道礼拜天早上上啊，礼拜六早上上课很累啊，好，你要坚持。好吧，好，怎样？下午是数学课对吧？对啊，那数学课就不重要了啊，你就可以去休息啊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来看啊，这个图形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这个下面的这个温度啊是随便定的啊，但是第二条之后开始啊，第二个温度就有了啊。啊？还有一条吗？没有吧？哦，那不要管它，好，那没关系。对啊，那个笨徒弟给他打，也不是打错了，就打的还可以了。好，哎，各位啊，我跟你讲哈。这个温度啊，这个状况啊，是要在一大气压之下。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地方，大气压力是一大气压嘛，对不对？这都固定了嘛。好，可以哈。那你看一下啊，这是一个冰的受热图，它一开始的温度只有负四度 C， 然后呢，我把它放在一个那个这个火焰啊，比如说反正我就放在火焰上加热就对了哈。所以这个横轴啊，我要写的是我们的加热时间，小 T 都代表是时间，就加热时间啊。可能我用的是分钟啊，比如说。啊，加热几分钟？比如说这块冰啊，本来是负四度 C 啊，我就开始加热，就加热。比如说随便定好，随便定好。比如说五分钟的时候，这个冰在五分钟之内你受热，一直有吸热，它的温度就噔噔噔噔噔噔噔跳上来，跳到零度 C。所以这段过程我确定我是有吸热的，可以哦，因为我加热嘛，能量不会不见。然后这一段过程呢，你看一下，假设这里啊随便写哈，比如说到二十分钟的时候，五到二十分钟。这一段也有受热，可是很奇怪的是哦，这段受热之后，它的温度并没有改变，可是前面这一段它受热，它温度是有改变的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我这就可以列几个式子啊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给你看一下。所以呢，这里可以列什么？你看哈、哦，这个原本是负四度 C 的冰块，到这里之后，它就上升成零度 C 的冰块，所以这一点啊、哦，称为叫做零度 C 的冰。啊，零度 C 的冰，那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：物质吸热的时候，温度有可能是会上升的。在国中的第啊，就是二上的最后一次段考，我们这里啊会有个公式的计算，这个、公式的计算称为叫做 H， 听哦，就是啊这一段啊，我写大一点给你看啊，叫做热量等于质量乘上 S 比热，再乘上 delta T， 称为叫温差。好，这是公式 ，H 等于 mS 乘上 delta T， 可以啊、哦。外面很多老师很无聊啊，这跟你讲，你就背H 等于 SM delta T 啊，其实不好笑啊，因为这个 mS 这是质量，这是比热，可以啊、哦，你就照正常方式背。然后呢，我们确定第一段，这一段是你吸热之后温度就会上升，这是没错。好，先看我这啊、哦。可是第二段这一段，我有吸热啊、哦，你看我有加热啊、哦，从五分钟加热到二十分钟，可是我的温度却没上升。那这段到底有没有吸热？有，这段吸热只是让分子跟分子之间的距离拉开。你记得我们之前讲过啊，我们说、啊、固体就是分子间比较紧密堆积，对不对？你吸热之后，它就开始动，开始动就有动能，
这个距离就会拉开，拉开之后变液态了。所以这一段你看到不停的六分钟、七分钟、十分钟、十八分钟、二十分钟，它都有吸热，但是温度没上升。所以这一段你吸的热量是改善分子间距离，让你是三态变化。因此你看到这个点代表你是几度 C？ 几度 C？ 你告诉我这几度 C？ 零度 C， 零度 C 而变什么呢？你看到温度不变，但是状态要改变，就变成水了。听懂了吧？这一段是变成水了，可以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确定一件事情：一个物质吸热之后，有可能是温度改变，就是温度上升啊。但你把热量放出去，你温度会下降。第二种改变就是你吸热之后，你的温度是不变的，你的相态是改变的。下次有人问你，零度 C 的冰跟零度 C 的水哪一个？一克零度 C 的冰跟一克零度 C 的水哪一个？含的热量比较多？当然是零度 C 的水啊。为什么？同样是一公克，你零度 C 的冰要变零度 C 的水，就是分子要拉开距离，你相态改变，故意气嘛。液体的能量当然是比固体多的，像知道吗？要是同一杯，好，要是同一杯都是一克的话，所以这一段虽然温度是没变，你说老师都是零度啊，所以温度是一样的，不是这样看的，它是看它的状态。所以水的状态啊，是分子间距离拉开，所以这温度是更高，听懂吗？那也就是说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就出了一件事了，我们就把这个过程称为这段过程，虽然你有吸热，但是你的温度没上升，代表只有状态改变，我们就称为叫做这段过程叫。冰在杯子里面跟水是共同存在的，这个称为叫做冰水共存。冰跟水是共同存在的，可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这个冰啊是水的固体的名称，可是其他物质的固态不见得叫做冰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名称，又叫做固液共存。固体跟液体是共同存在的，叫做固液共存。这样行吗？这一段所吸的热，专门是拿来让你分子间的距离改变，变液态，所以这一段叫做吸收融化热啊。如果以冰来讲的话，我们就称之为叫做每一克的冰，零度 C 的冰要变成零度 C 的水，它要吸收540卡。也有可能叫539卡，不一定了哈。国中你不用背这个，但是我一样写给你。以冰来讲，它的融化热，它所要吸收的融化热，就是你融化所要吸收的热量，这个称之为叫做540卡 CaL 每一公克，就是写个 g， 这样知道吗？540卡每公克，可以哦。所以你要确定一件事哦，下次有人问你，物质吸热之后温度就会上升，对不对啊？不一定的，有可能温度上升，有可能是分子间的距离改变。在高中好，温度上升是指动能增加，就不停的动，越动越快。然后呢，如果是改变分子间距离，叫做位能改变，分子拉开距离，就是变固液气三态变化。反正你记得，吸热就只有两个嘛，最主要的一个是相态改变。一个是温度改变，相态变完才能温度变，温度变完才能相态变，不可以两个同时。你看这里就是啊，-4°C 的冰，-3°C 的冰，-2、-1、0°C 的冰，这都是温度变化哦。接下来继续吸热哦，开始啊，0°C 的冰，0°C 的水，0°C 的水，到这里是全部变0°C 的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冰跟水在那个烧杯里面是共同存在的，要部分部分而已，这样知道吗？下次有人考你，拿一杯冰水，什么叫冰水？里面有冰又有水。请问这杯几度？零度。只要冰跟水是共同存在的，这一杯在一大气压之下，它就是零度 C， 这样知道吗？好，不论水多还是冰多，这不重要。等到热平衡之后，总共就是零度 C。接下来再看，你看啦，这里变零度 C 的水了，全部变零度 C 的水。接下来我继续加热，我们这里继续加热，这里继续加热。比如说，这里叫做我随便写吧，这一段叫做37分钟，可以吗？随便写，可以啊，37分钟。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一段一样在吸热，看25、28、30、30分钟、32、35分钟到37分钟，你正在吸热，温度是不是不停上升？意思只能变一个，不是温度变化，就是相态有改变。好，所以这一段呢是温度有改变，所以状态不会变化。所以这里是零度 C 的水，到这一点就变什么东西？就变成
零度啊，抱歉，100度C 的水啊，可以吗？100度C 的水，所以你看这里是零度 C 的冰变，零度 C 的水，温度不变，状态改变。这一段是温度改变，状态不变，一次只能变一个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哦。所以这一段呢，既然你是温度变化，我们就可以计算，我们这里就叫做 H 热量等于质量 m s 乘上 delta t。这个 delta 三角形啊 ，delta 哈，它是指变化量的意思，它是指变化量。哦，是什么叫变化量？它原来有两块，后来妈妈给它钱之后，它变五块，所以它钱变化几块？就是五块钱两块，就是变化三块。啊，如果它原来有100块，结果呢，它出去买早餐啊，花掉了，就身上钱变90块。请问它原来有100块，后来变90块，这变化几块？啊，叫做-10块。你要拿后面的钱90块减掉原来一开始的100块。减完叫-10，那个负就代表少掉的意思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变化量就是看你之前跟之后，拿之后的东西减掉之前的东西，看你差了多少，称为叫变化量。这个 delta t， 这个 t 叫做温度，啊，就是算你的温度前后差多少，这样行吗？可以哈。好，再来这一段，就是你继续吸的，你吸了之后100度C 的水给它一直吸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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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一段过程啊，这一段过程啊，完全完全都没有温度的改变，所以代表这一段过程，你热量拿来之后，是把你只是分子间距离拉开，叫做未能有变化啊。但是我这里不给你写，哎呀，这个写起来可能太复杂了，可以哈。所以这一段我们在过程中一样有吸热，可是就称为叫做水跟水蒸气是不是共存，叫做水气共存。水跟水蒸气共存，水气共存，可以吗？可是我讲过了哈，这液态的时候不见得每个人都叫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固液气三者名词来看，这又叫做液气共存。液体跟气体是共同存在的，液气共存，可以吗？不是你那个男什么男生的液气哈，不一样哈，液气共存。那这一段呢？你吸的热量从这里开始哦，从37分钟之后，你所吸的加热的每一秒所吸的热量都是改善分子间的距离，这样行吗？所以这里呢又有一个名称，如果你要吸热的话，就等于吸收什么热？你是吸收我们的气化热，气化热可以吗？气化热可以哈。这里所吸的热量完全是改善分子间距离，所以你看很好玩了，这里是我们的提升温度，这里是改善状态，这里是提升温度再改善状态，所以一次是一个，这样行吗？可以啊，这是气化热，行了吗？如果你写好了，我跟你讲，还没写完了，你还有笔吧？可以啊，还有笔，来看我这，这个，你看到这个零度 C， 对一大气压，对一大气压之下，对这个冰而言，它是不是零度 C 的时候，它逐渐从冰变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零度 C 的温度就有个名称了。这一点的温度就称为叫做冰点，也叫做熔点，可以吗？也叫做熔点，就是融化时那一点的温度，又叫做熔点。你熔要写对哦，是火字旁的哦。冰点、熔点又叫做返回，称为叫凝固点，凝固点。凝固点，好，我先写给你。凝固点，可以哈。我的教室很可怜，都没有粉笔哈。好了吗？欸，你们以前国二早上有没有上课？六早也有，啊，那你们习惯了，满脸倦容，吃饱早餐要睡了是吧？差不多了吧？国一也是礼拜六早上，没有，好，早上啊把精神用完，然后下午就可以开始睡觉了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加油加油啊！啊，下午课不重要，睡吧睡吧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用力睡。下午什么课啊？数学？还有呢？没了吧？英文什么时候？礼拜四哦，上个4、6而已哦。二是什么？啊？数学辅导？哦，数学辅导不是每个人都要来吧？不是吧？考不好才要来吧？
大家都要来，没有所谓考不考得好这回事。不是考一百还要来吗？一百还要来，来干嘛？负责教其他那个美好的，写考卷，好辛苦，好好来。喂，看一下、哦，这样过去，零度 C 的冰变零度 C 的水，这过程称为叫做融化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点温度叫熔点。倒回来，过来，从零度 C 的冰，你现在温度高嘛？啊，不是温度高，你热量多啊，把你刚吸的热全部扔出去，扔出去，扔出去，你是不是就变回零度 C 的水了？这过程叫做凝固，所以这点温度叫做凝固点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那也就是说，过来的时候你是吸收融化热，让分子间距离拉开。回去呢？回去是把你刚吸的热全部放出去。我问你，回去的过程叫什么？回去过程叫什么？哎，回去过程叫什么？凝固啊！好小子，好，前面那个没背熟，对吧？回去要凝固，就把你刚刚吸的热全部放出来。所以融化热，这个热量多少？只要你放出去之后，就变回冰了，是不是叫凝固？所以呢，融化热是吸收，又等于放出凝固热，所以这一段融化热是等于凝固热，等于凝固热，凝固热，融化热等于凝固热，凝固热等于融化热，差别在于一个是吸收，一个是放出。再一次哦，过去就是吸收，吸收之后你就融化，叫吸收融化热。回来你是不是就凝固啦、啊？把你刚刚热量放出去嘛，把你刚刚的热量放出去，所以回来就叫做放出凝固热。那换句话说，这里啊，你看到100度 C 的水，你继续吸，这里是不是就叫做100度 C 的水蒸气啊？100度 C 的水蒸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段你是吸热没有问题的，可是你吸收的热是不是改善分子间距离，叫吸收气化热？在高中啊，哎，我写错了，对不起 ，sorry， 啊，老师早上起床怪怪，这里不是540 ，sorry， 这也是80，对不起，请你改一下，这里才是540，这里才是540 ，sorry 哈，请你改一下，这也是540卡每公克 ，sorry， 请你改一下，啊 ，sorry， 好，念8次了，啊，可以啊，请你改一下，抱歉啊，这也是80卡每克，80卡。这里才是540，气化热比较多，气化热比较多，可以哈。我刚刚把写错了啊、哦，原来是我没醒过来，好啦，哎，这里啊、哦，过去是吸收气化热，回来称为叫做放出，什么热？回来叫什么过程？凝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放出凝结热，所以气化热就等于凝结热，气化热等于凝结热，凝结是变液体哦。好，只是差别在一个是吸收，一个是放出，可以吗？一个吸收，一个放出，行哦。OK， 如果你可以来，请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个这一点，这一点温度是什么东西？这一点温度是你让你从水变水蒸气，那就液体变气体了、哦。所以这一点的温度是不是叫做沸点？可以吗？叫做沸点。那又有一个名称啊，你是过去叫沸腾吗？变成气体吗？那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回来变液体，那是不是叫做凝结？所以100度 C 又叫做凝结点。所以沸点跟凝结点其实是同一个，这样知道吗？沸点跟凝结点其实同一个，过去就是沸点，回来就是凝结点，过去就是沸腾就气化，回来就变成液体嘛，是不是凝结？行吗？100度 C 这个温度对过来，是不是液体变成气体？所以这一点的温度称为叫沸点，可以吗？有没有问题？行哦，可以哦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让你注意一个东西哦，注意看哦。看到、哦，看到、哦，这里有、哦。你有发现那个图上面有个地方画的不好？啊，没有，他画好了哦，这条不错，这条新的不错。你看到、哦、这一条的倾斜度比较不斜，
这条是比较斜的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这条比较斜啊，这条比较平啊，有没有？这高中会考，国中有时候考难也会考，什么意思啊？你可以先帮我写一下，这一段称为叫做水要上升温度，从零度 C 的水变一百度 C 的水，它需要加热时间比较多。可是冰呢，你要上升温度，是不是只要加热一点时间，温度就上升了？所以代表冰温度上升速比较快。当你变水之后，要加热很久，温度才慢慢的上升，一点一点上升嘛。所以水加热的时候，温度上升比较慢。所以这一段就称为叫做水的比热，你先帮我写，以后你就会知道。这一段称为叫比热加 S， 比热是比较大的，我先不跟你解释好不好？就反正就是它的温度上升比较慢了，而这一段称为叫做冰的比热是比较小的 ，S 就是比热，比热就是 S， 可以吗？行吧，可以哦。昨天中原普渡有没有去拜拜啊？有没有吃饱啊？啊？大老师今天吗？不是昨天吗？七月十五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你等一下坐下拜拜，去拿点东西吃啊。真的、啊，拜拜东西很多啊，吃饱一点啊，可以哈。早上看起来看，快死掉了，快死掉了，快死掉了。对，每个都快死掉了。怎么啦？提起精神来，可以哈。老师啊，昨天啊才刚从他高雄回来，对，我去看了一下，义大世界，真的很棒，真的不错，啊，你自己去的，啊，你姐去的，你姐读那边不是，啊，还蛮好玩的，地方真的很大，很大，那游乐场哎，有摩天轮，有，很多地方都没有，那摩天大小不一样，我们是美丽华才有一个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很多其他的，就什么 shopping mall 啊什么的，走进会迷路，真的走很久，超大，对我都没有去玩，我都没有去玩，对，还有什么云霄飞车、断轨式吧，不是不敢，是为什么要花钱把自己搞得心脏很大颗呢？啊，把心脏变大颗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必要，花钱虐待自己，给人家一千块，然后让他用力的折磨你自己，那你钱给我好，我折磨你嘛，对不对？看你是要皮鞭、狼牙棒还是什么东西的、啊？把你钉好钉子下去之后再刮过来啊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流金锤也是可以啊，行吧？可以啊，好啊，你的暑假已经玩爽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玩爽了啊。暑假玩什么东西？啊，可是你们暑假不是玩很多吗？都在这里，哪有那一直看到我，我也很不想啊，我也想走啊，对啊。可是你们暑假不是每天上完课就没事了吗？对啊，不是去玩了吗？晚上有很多、啊，你不是上网玩游戏吗？吃饭吗？跟同学约去打球啊，吃冰啊，逛街啊，洗澡就上床睡觉了。六点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晚上出去太危险了。啊，女生不是出去玩了吗？啊、不要跟我出去玩。我说你们不是出去玩吗？那像那你们晚上干嘛？少来，不要跟我讲。老师，我坐在书桌前面念书了。哎呦，卖来这头了。啊？你回家功课不是抄一抄而已吗？不是大家都是这样干的吗？而且上后面有解答，哇！为了避免被发现，还要把那个解答稍微操作一两个、啊。只有我的有解答。啊，我也仁慈，我都给你解答。有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解答。啊？有啊，有解答，在前面吧，在前面，在前面，还是最后面？有啊，这有解答。有吧，最后有吧。你有他没有？哇、哦，赚到了，赚到了！你可以拿那个来收费啊，看一次解答10块钱，来拿那个来收费是不错的。只有你有解答，还有谁有？你也有，你有，他们两个有啊。就刚好是给他们。这我不晓得了哈，也许是为他们两个方便对答案吧。你可以找他，可以哈，可以啊，也许是这样。好来，回来，开始啊、哦，开始啊、哦，看着啊、哦，看着啊、哦。来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一段，如果你要融化，你吸的热量是不是叫融化热？它是80卡每公克，这是吸收。如果你要回来变成冰，
你就把你刚吸的热量全部放出来，叫做放出凝固热。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如果以后考试他画出类似这种图，你要确定它是不是纯物质，就是只有一种物质的话，那你要用的方法就是，注意听好，看这条线是不是平的。如果这条线是平的，就代表它是纯物质；如果这条线不是平的，斜的，那它是混合物。你听懂了吧？听懂了哈，这你自己要记录哦。平的是纯物质，斜的是混合物，可以吗？因为平的代表有固定的溶沸点，什么意思？等到你变成零度 C 的水，你到达熔点的时候，你继续加热，而温度是不会升高的。我举个例子跟你讲好了，假设我这里有杯纯水，就是纯的，你加热97、98、99、100度 C 已经到沸点了，你知道水是100度 C 沸腾吗？你继续加热，它继续会吸收，可是那一段时间它吸的热量是改善分子间距离，所以它温度不会上升，它是100度 C 水蒸气，100度 C 水蒸气，100度 C 100度 C 100度 C 吸多了热，它就变水蒸气，分子间距离拉开就跑掉了，这个叫做沸点固定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食盐水，就食盐加水，你加热到97度 C、98度 C、99度 C、100度 C 的时候，它会沸腾，已经滚了，沸腾了。可是问题是你继续给它加热，它温度还是会上去的，101度 C、102度 C、103度 C， 代表它的熔沸点，沸点是没有固定的，听懂了吧？很重要哦，你要记得哦。所以平的代表你的熔点或沸点固定，斜的就代表你已经到达熔点，可是你继续加热，温度还会上升，这代表你不是一种物质，因为你可能有两种物质，里面有两种沸点或熔点，这样听懂了吧？所以你自己要注明哦，这我不会写给你的哦。可以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看啦。右边，热对物质到底有什么影响呢？好，热对物质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有一些影响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影响，我发现有个小女孩不见了。是吧？这不是有个小女孩吗？对，这不是有个小女孩，音乐班的、啊。哦，她要去学音乐。哦，也好，有时候唢呐是比较难学的，可以哈。好来，可以啊。也是个音乐啊。好像是，现在大提琴人不是超多的，她不是讲了，应该是学唢呐啊，就录取了。看啥？热对物质的影响、啊。其实我有一个愿望啊，我要去学音乐。对，我要去学音乐。音乐老师哦。基本上我没有想过要当音乐老师啦，我想要去学音乐，完成我小时候的梦想。因为你看我的手，我讲过了吧，那么修长，不弹钢琴不是很可惜吗？可以按到什么修长啊？哎、欸，男生来讲什么好处？你不要把我秘密讲出来。嘘，好啦，男生的手这么开很少哎、欸，我可以抓起篮球。哎、欸，这谁行啊？一只手啊，不是两只啊，抓起篮球，你一只手可以抓起篮球？真的假的？不是那种小学生那种篮球哎、欸。小皮球，是真的啊，真的大那种啊。你可以？不可能吧？你可以抓起篮球？一只手哦，那这样呼呼不会掉哦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再来试验一下，你手有这么大吗？有的他其实抓起来就不是手大问题，重点是这一只啊。有的人他为了要开刀嘛，会把这个筋啊稍微把它剪断，然后重接嘛，韧带，然后这可以这样子下来一点嘛。哎，很多那个 NBA 篮球员都是这样子啊，这样才能抓篮球啊，一只手啊，只要谁盖过。要盖火锅的时候，他就一只手抓着啊，可以拿着啊，他飞起来撞上，一只手就猫他，猫下来就直接下去啊，这样才能保护球啊，是不是？真的、啊？哎呦，那个钢琴家不是也是这样子，要看那个手开不开？可是钢琴家不能去捡那个东西，因为他要灵活嘛，所以要看那个女生的手有没有可以按几个八度，不是吗？几个八度啊？有三个的。他所谓八度的意思，不是说你一只手打开来是啪，刚好可以，他是要你这样子，过去的时候可以几个，是要手长脚长，不然你这样弄弄，还站起来，然后又回来，不可能，他让你的手可以用最少的距离，好像是这样吧？不是手张开有两个八度，三个八度都有关，那太可怕了。
可以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只有他一个学音乐哦。啊，我也是准备要去学这个，真的。我觉得我弹钢，只是唢呐，钢，你我学唢呐，你去学响板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去表演啦，去表演。对对对对，可以啊，啊来，啊啊来，回来。热对物质的影响，你看着啊，热对物质什么影响？第一个，如果物质吸热或放热之后，你是不是有温度改变？比如说像这里啊，零度啊，负四度是要冰变负三度、负二度、负一度零。是温度上升，这时候你就要带公式了哈。所以第一个，热对物质有什么影响？第一个影响就是温度变化啊。当然，你吸热就温度上升嘛，啊，你放热就是温度下降嘛。温度改变，可以啊。我没有写温度上升，因为不止上升嘛，你放出来就是下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是温度改变。第二种呢，可以啊。第二种就是称为叫做相态改变，分子间距离拉开，可以啊。第二种叫做相啊，三相变化的相，相态改变，相态改变，可以哦。哎，你要记得哦，这两者不可同时哦，不可以同时发生哦，要一个一个来。温度变化完再相态改变，相态改变再温度改变。像这里啊，这一段是温度改变，但都是冰；这一段是相态改变，但温度没变。对吧？相态改变，冰变水，温度没变，零度 C。等到你完全都变水了，都变一种相态了，再继续加热，对吧？继续加热，它是温度改变，相态不变，零度 C 的水变一百度 C 的水，你看温度改变，相态不变，可以吗？这样行哦。当然这个过程中啊，也会包含一些什么，比如说什么什么体积的变化，好，体积变化会包含，会包含。可以啊，体积改变就是什么热胀冷缩啦，这种东西啊，体积改变啊，体积改变，这个你也可以记得一下。可以啊，体积改变，这样没问题啊。好，所以热对物质的影响，你可以稍微记得一下就可以了，行吗？那后面一个，后面一个，来，水的反常性，水的反常性。来，哇，这个图可以擦掉了吗？可以擦了哈。好，你的位置是不是变过了？有啊，我看他变到那边去了。他本来是坐这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他怎么变到那边去了？现在这个才是原来的位置是吧？啊，以前不是固定的，暑假随便坐。而且爱坐哪坐啊，现在不行了。是最新开始不行的是吧？好，那 OK 啦，那 OK 啦，来，我看一个人坐后面很无聊啊，对啊，他眼镜都摘了，看看，我看他一个人坐很无聊，怕他无聊，对啊，不然他会睡着。你几度？你几度？200啊，那你应该看不见吧？你摘下眼镜看得见？啊？你确定吗？那我写。那讲什么啊？那只有特别大你才看得到吧？可是那只是为了，他怕录的时候有些太小，平常的时候有时候人少的话，其实不会写这么大。就是很好奇他，那万一看不到怎么办？你随便写一个，你看眼睛就眨，你看这什么字？你真的看得到吗？看不太清楚啊，我200度的时候我就看不清楚了。那什么字？那什么字？根本就没字。你看空的。好好，回来回来回来。眼睛戴起来，眼睛戴起来会累，对吧？好，来开始哦。水的反常性，你记得我们写过水啊？不记得啦？那我跟你讲，四度 C 的水有什么特色？四度 C 的水是密度最大、体积最小的水。一般这种大气压力之下，水只有零度 C 到一百度 C 这种温度而已，少于零度 C 就称为叫冰了，大于一百度 C 就叫水蒸气了，所以水只有零度到四度而已，可以吗？所以上面我是不是列了一个给你，就是零度 C 到一百度 C 的水，这叫水的反常性。你看了哦，零度 C 的水可以吗？我列一个式子，我列一个头，这里你看一下哦。
这里中间叫做四度 C， 可以哈？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写一下零度 C 的水这一点哦。再来四度 C 的水，再来这一段一百度 C 的水。老师有没有一百度 C 以上的？我们现在讲的是一大气压之下正常状态下，可以吗？这也是一百度 C 的水，看着看着。四度 C 的水有个特色，你一定要背起来。四度 C 的水，它密度是最大。这同一杯水，当你现在是零度 C 的水，我把你加热，我会发现一件事情：四度 C 的水，你一直加热，一度、两度、三度、四度，加到四度的时候，这个水的体积是缩到最小。可是因为是同一杯水，所以质量是一样的。体积如果是最小，密度就会是最大，因为写出来的公式。密度等于质量除以体积，所以呢，同一杯水质量固定，你继续加热到四度，它的体积会缩小，缩到最小，所以密度是最大。老师，密度大到多少？大到是一呀，一克每立方公分。所以有时候考试没有写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自动把水的密度当多少？一克每立方公分。所以这里，等下我们有个水量考哈。就考这些上课有讲的，这里是密度最大，四度 C 的水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不要抄哦，看着哦，不要抄，不要抄，不要抄，听着，我开始弄了，四度 C 加热，五度、六度、七度，哎，往右是不是加热？吸热吧，你告诉我，你猜一猜一看，吸热过去，往这哦。它的体积会放大还是缩小？五度、六度、七度、八度，一直往右吸热，请问它的体积会放大还是缩小？哎，看这啦，看这啦，你让他安心睡，你不要吵他了。来，过来，体积放大缩小？看这啦，看这，一定放大。为什么一定放大？因为这里体积最小嘛。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成语？不是台语，叫成语啊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没有什么意思啊，靠近猪你就变赤了，不是啊？近朱者赤，这个猪嘛，猪是红色的嘛，是不是？近朱者赤，赤也是红色，可以哈、哦。近墨者黑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靠近墨，你就会变黑啦。所以你看到、哦、四度 C 你要背，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。你现在是五度、六度、七度、八度、九度，一直往右，是远离四度，远离就变得跟它不一样了。它是体积最小，它是体积最小。你往右远离，所以体积就变成比较上升嘛，对不对？体积变大啊，密度就会变小。体积大，密度小，因为体积跟密度成反比嘛，对不对？当你质量固定的时候，返回来看着哦。回来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一百度 C 开始下降，九十九、九十八、八十、六十、五十四度。请问你这是不是靠近四度？四度 C 的水你要背起来，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越靠近四度就跟四度越像，所以体积会变得比较小，密度会变得比较大。再来，开始上面这一段，注意看哦，从四度 C 开始降温。三度、两度、一度、零度，请你告诉我，它的体积是怎样？体积变大，为什么体积变大？远离它就跟它不一样嘛。你要把四度 C 背起来，四度 C 的水是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。既然你现在远离四度，体积当然要变大，压体积最小嘛，可以吗？然后接下来，体积上升，密度就会下降。可以，好，下面这个来看着、哦、回去从零度 C 往四度 C 靠，一度、两度、三度啊，你知道越靠近它，体积就会下降，密度就会上升，因为你靠近它就要变得跟它一样，它体积最小，你就下降嘛，对不对？就降到四度 C， 所以注意听哦，看着、哦、看着、哦、右边这一段叫什么？右边这一段，你看到、哦、四度、五度、六度、七度往右，是不是热？预热。请问体积是上升还是下降？上升，所以右边这一段叫做体积热胀冷缩，可以吗？因为你往右嘛，你的体积是膨胀嘛，这叫热胀冷缩。热胀冷缩，
那你看一下左边这一段，降温三度、两度、一度、零度，遇冷反而体积是膨胀的，所以左边这一段叫做冷胀热缩，所以左边这一段叫做热缩冷胀，遇热反而收缩。哎，我问你哦，胀缩胀缩到底是什么在胀，什么在缩啊？缩啊，什么在胀，什么在缩啊？密度还是质量？体积啦，体积啦，质量不变啦。因为体积胀出来造成密度有没有紧密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哦。所以你可以知道啊，水根本就是热胀冷也胀，这叫做水的反常性。它遇冷也膨胀，遇热也膨胀。啊，哦、我写错了，热缩冷缩，热缩冷胀，对不起啊。热缩冷胀可以吗？它是热胀冷也胀，这是水的反常性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水啊，零度到一百度，它不是以两边为基准，它是以中间的四度为基准，听懂了吧？只要四度 C， 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离开它就跟它不一样，靠近它就变跟它一样。这样听懂吗？可以啊，这是零度到四度 C 的水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行哦。快，你先把它写起来，然后下面有几题 A B C D E F， 我是不是可以训练一下你？那我们就准备下课回家。孩子，你已经上了一个小时，快了，加油！啊？没有啊，九点了，我一直以为是九点半，这不是九点半。啊，这不是我能决定的，网络上的时间嘛，我以为是九点半。我们上到十一点半嘛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你就可以去赶课啦。你们都去赶课，对吧？十一点半还是十二点？他写十二点啊，应该是十一点半。对，因为上课都是两个半小时，本来应该是要给你排一个，他应该是要给你排一个考试，我在想。应该是有个考，因为本来当天都有考试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应该因为你上课，因为你下午是两堂嘛，对不对？一堂，那也是两个半小时嘛，对不对？加油，加油，快！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说。啊，看着啊。说真的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啊，你在抄的时候，我顺便问你一下，你第一次段考想要考几分啊？一百分，很好，很有志气。通常跟我讲一百分的人，第一种是真的有这样想，第二种就是唬烂我，让我高兴一下。对，有这种真的有想考一百分，很好。及格就好，我也觉得及格就可以了啦，及格是差不多。对，八十啊，八十是及格了，可以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八十以下你不需要给老师补习，自己翻课本就好了嘛，就六十几、七十几嘛，对不对？目录看完就六十了吗？看一下作者就七十了吗？都是这样子的、啊，加油啊、哦！最少要八十啊，最少要八十。好，我真的要问你的是，反正你抄嘛，哎、欸，你要抄仔细哦。好，这个要背起来了、哦。这个月你洗澡会不会害怕？这个月你洗澡走路会不会害怕？我不怕，你怕吗？你们也不怕。可是真的吗？到晚上都讲鬼故事给你听的时候，你不会洗澡的时候开始上厕所都？会啊，你很多人都会这样子，对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他们都会。我是整人马桶。啊，整人马桶，男生也会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没关系。如果人家马桶伸出来，你记得要有礼貌，这样知道吧？谢谢，对，帮我擦屁股，对不对？可以哈。你要礼貌、啊、真的假的？我是尊敬啦，不是怕不怕。我又没做坏事，我怕什么？你有没有做坏事？真的吗？我没有做坏事，所以我不怕。真的，对啊，真的啊。你们有没有做坏事啊？我也不晓得啊。有没有念书啊？说谎就是第一个坏事。没有说谎。好，来看着啊、哦，第一个。零度到四度 C， 我要请问你啊、哦，零度 C 到四度 C， 哎、欸，各位同学，
你帮我哈加一个东西好不好？因为那个没打好，加一个箭头，箭头，箭头，箭头。因为零度到四度跟四度到零度是不一样的，一个可能热胀冷缩，一个是上升，一个可能是下降，一个密度上升，一个可能密度下降。可这零度到四度，请问你啊，我要叫你写的哦。请问它的体积，马上想到四度 C 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从零度往四度 C 靠，所以体积是下降，密度是上升，所以这段体积下降，密度上升，可以吗？第二个开始越来越快了，请问四度 C 到一百度 C 一样挂一个箭头好不好？四度到一百度 C， 请快速回答我，体积是上升还是下降？四度 C 体积最小，体积最小，所以你远离四度，远离四度体积就会上升啊。密度最大，所以你远离四度，所以你的密度会缩小，就跟它反过来，对不对？再来反过来，一百度 C 倒回去变四度 C， 一百度 C 变成四度 C， 看着，你是不是靠近四度？四度 C 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，体积最小，既然体积最小，你越靠近四度，你的体积就越小，小到跟四度 C 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你的密度是不是就上升啦？因为体积小，密度大，密度大，体积小。再来，四度 C 到零度 C， 四度 C 往零度 C 靠，请问你怎么办？开始哦。四度 C 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。你现在是往零度靠，你就远离四度，远离四度，体积最小，体积最小，体积既然最小，你远离它，体积就会上升，密度就会下降。你记不记得啦？差不多了。那问你一个终结，看着，终结不是终结，就终极最后的题目。我知道还是要终结啊。真的吗？你不要唬烂我。我刚才讲的是这个终结，他也是这二三，你不骗我吧？怎么可能？他终结，哪个结？哦，这个结是，这个结啊，然后这个终，是吧？终结。啊，中平，哦，为他这么多艺名啊，花名在外，哦，是这样子啊，他本名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我叫他中姐。为了纪，不是纪念啊，为了他德高望重，对不对？哎，开始啊，最后一题哦，不是最后一题啊，零度 C 到一百度 C 的过程，找一个人来问。小姐，就你，对，就你。我刚才路上看到你准备去吃早餐，吃完出来的时候，就你，对，就你啦。你们四个人站在一起，对不对？零度 C 到一百度 C 过来的过程中，体积怎么变化？什么一样？不一样。体积怎么变化？答对了。你要记得啊，零度到四度 C 中间会经过啊，零度 C 到一百度中间是不是经过一个四度？所以先变成体积最小，再来上升。所以体积是先降后升，先下降后上升，先降后升。哎，那密度呢？密度就跟它反过来啦。密度叫做先升后降，先升后降。我们是黑先生呐。倒回来问，再找个人问。一百度 C， 那如果返回来变成我们的零度 C 嘞？找一个人问，欸，小女孩，对，就你，就你，来，体积哦，对，欸，其他讲对了，体积怎样？先降后升。有人会说，老师，零度到一百度是体积先降后升，哎，一百到零度不是先升后降？没有啦。这样过去一百到零度也是先降后升，可以哈，所以体积还是先降后升，哎，不错不错，看起来这小女孩头脑还不错，对，哇塞，嚣张起来了哈，说她聪明一点，还是说，当然啦，只是忘了跟她讲，
你是比什么聪明一点而已。先声后响，可以啊 ，OK， 好，你要把它背熟哦。这几个是有可能会考的啦。快快快，哎呦，把这个冷记上完，我就让你下课的时候休息一下。真的，准备回家啦。就吃饭了吧？你可以回，你就硬回去，你不要管他，就硬回去啊。有我照，可以啊，我们再一起从地下室跑掉，好吧？老师，滑板车你怎么坐、啊？竟然被你偷看到了啊！你眼睛太利了。车窗那么暗，你都看得出来，好了吧？很明显，哪有我的车窗是暗的、啊？对，你都看得出来。没有，是你看到我才逼着打招呼的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我没有打招呼啊，我可能是要遮脸吧，就被你看到了。好，就被你看到了，好了。哎、欸，冷气，来看着啊，什么叫冷气呀、啊？哎、欸，你觉得什么叫冷气？冷气，哎、欸，差不多。它等号就等于冷气，不是、啊，还等于什么？电冰箱，因为冷气有时候还不够冷，电冰箱，因为它可以到零下20°C左右，可以啊、哦。哎、欸，你想看啊，古时候啊，如果你打猎打到食物，你要储存起来，你要怎么储存？啊？什么？埋在土里，吃尸体是吧？啊，腐化掉的尸体。你要怎么办？晒干是一种方法。古时候哎、欸，古时候啊，还在拿石头跟动物在搏斗那个时代哎、欸，拿石头砸他那是啊。烟熏可以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自己做苍蝇，自己做面。古时候哎，石器时代还在拿石头在砸动物哎。现场吃完，然后7天后打不到也没关系，就最起码存了7天的东西啊，不是吗？腌，我们后来以前不是还腌制吗？腌制啊，鱼啊，不就腌制？什么东西腌制起来不就腌制是吧？就是用浓浓的那种什么酱汁啊，盐巴也可以，或者是很多都是用盐巴，不然就是什么酸梅也是啊，还有什么？你小时候不是有去玩那个什么干妈店吗？干妈的店啊，对啊，啊，然后有什么东西？不是有那1元抽5角，抽2块，抽5块，抽现在不知道多少钱了，就给他钱，然后就可以撕2张钱，然后打开，然后弄起来，哎，5号，没玩过。你去淡水不是有些古早那种东西不可以玩吗？对啊，一元抽嘛，5元抽，4-5块钱，有那个抽的，然后可以吃什么什么抹吉糖啊什么，还有一桶的啊，什么什么甩下锅啊，那没有应该也有吧？那你们没有吃过一些小吃啊？小吃啊，甩下锅啊，知不知道？对，芒果干啦、啊，有青色的，有红色的啊。芒果干啦、啊，就是那种红色，有吃过吧？有啊，哎、欸，还有那种就是用腌制嘛，不是吗？还有那种青苹果类的啊，这种烤完还是要腌制啊，不然你不卷里面要撒粉啊？没有，它还是有腌制，然后把它晒干。总之香蕉干也算啊，还有一种是那种青芒果啊，那不是芭乐啊，是青芒果吧？青芒果干不是一桶那整个都绿色水吗？有青芒果干啊，那叫青芒果还是什么？就是青芒果干嘛？就整个是，就是一桶那都是绿色水，不是吗？都色素那一种啊，它就是腌制，因为腌制微生物就无法生存，知道吗？你生物不是有学过一个那个红血球吗？泡在盐水里面会怎样？它的水分是不是就出去了，然后就缩起来了嘛？
所以你把食物泡在那个腌制那种很浓的那种酱汁里面，它的水分也会拖出去嘛。水分拖出去之后就变，就是浓度太大就干掉嘛。然后呢，接下来那个微生物都无法生存嘛，不是这样子吗？是嘛，没错嘛。所以你可以用腌制的方式，行吗？那因此呢，冷剂是第二种。如果你没有腌制，怎么办？把温度下降，下降到零下20度 C， 食物是不是可以保鲜，不要长久一点？那我先问你，放电冰箱的东西会不会坏掉？当然会啊，还是会嘛。它只是延缓，听懂了没有？不代表不会坏。然后呢，冰箱是我分三层：冷冻、冷藏跟普通的。有啊，冷冻就是要变冰的啊。啊，放蔬果不是冷藏吗？有人会分三格，有没有？啊，有的是两格，但打开之后底下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像玻璃的那个压克力的，有没有？有的是有在中间嘛，说蔬果要放什么，有没有？或者那个冷冻库下面那个打开之后，这边有盒子可以放蔬果的吗？有专门放？你猜，没有放。那蔬果了，我问你，你猜蔬果是放冷藏室，就蔬菜水果。你猜冷藏室的温度是多少？4度。为什么要4度？不是零下，零下叫冷冻，跟冷藏不一样。为什么要4度冷藏？因为这里啦，不是密度最大，体积最小。因为体积最小，你像看啊，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个维管束里面是不是有很多水分？因为4度C。体积最小，那水的体积最小，那蔬菜水果就不会坏掉嘛，就不会被胀坏。如果你是5度、3度、2度，那里面水分是会膨胀，膨胀那维管束不就压坏嘛？你看很多水果或蔬菜，只要压过，过两天是不是就坏掉？那边就呕青了。香蕉也是啊，你打一下那个地方，那是不是呕青？水果也是嘛，那边就会有个黑青嘛，对不对？有啊，就是坏掉啊，对啊。所以它的水分必须要维持在最小，所以冷藏室的水分都是4度，让蔬菜水果里面的水分是最小，你不会把维管束那些都挤坏掉吧？听懂了吧？你把丢到冷冻库去变冰，怕膨胀，全部都烂掉嘛？你喜欢吃烂掉的蔬菜，没人喜欢吃烂掉的蔬菜嘛？大家喜欢吃脆脆的蔬菜不是吗？煮一煮就是吃起来会烂烂的啊，会狗狗的啊，对啊，就像吃那个烂掉的那种水果一样啊。新鲜的不是会有咔吱一声吗？你咬咔吱，不是水果断就你牙齿断了吧？就这样子啊，就两个断一个嘛，就有咔吱声嘛啊？不是骨头的，骨头断是啪啦一声，可以啊。香蕉也会咔吱啊。啪啦就是骨头断的声音啊，可以啊。香蕉的，我个人觉得香蕉是最好吃的，因为不用咬啊，因为牙齿不好啊，就不用咬啊。差不多吧，就算你没牙齿也可以咬啊，意思是这样子啊。其他东西一咬，这牙齿会断掉，对啊。我这边是假牙，后面是假牙，我牙齿天生不好。对啊，人家说这种不整齐的，就是牙什么东西，怎么看起来很脏？牙腔太小，牙齿哦看脏，没办法，牙齿太大颗，牙腔太小。医生已经讲了嘛，我现在全部长出来，加后面的那个什么智齿啊。长了4颗，加起来才28颗，成人不是要32颗吧？才28颗，而且都掉光了，没办法，再怎么刷都一样，没办法，想说把它全部敲掉，然后去植牙算了，没钱呐、啊，你的车不值钱呐、啊，植哎，谁会植个牙？有时候60、80万的不一定哎，100万都有哎，我不行啊。我想说算了啊，我如果植牙，我就想如果植牙植好了，就全部敲掉都植好了，就漂亮了，我就不当老师啊，我要去当偶像啦、啊，我留在这干嘛呢？这样不是少一个老师哎、欸，是不是？我还是留下来的，整形啊，整形很简单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就打个肉毒杆菌，对不对？这样就好了吧？我脸型又没有很丑，对不对？我也不需要整鼻子啊。戴假发啊，那简单了、啊，真的，戴这么长的假发都可以，只要简单嘛。所以恶心，来冷气其实就是电冰箱的意思，电冰箱啊。
有没有听过一个谜语？三个男的在洗澡，差一个家庭用品。啊？不是电瓶，我就知道你们会写洗衣机啦，洗衫机。洗衣机啊，三个男人嘛，在洗澡嘛，洗衫机嘛，对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啊，会录进去，好不好？会录进去啊。四个男人在洗澡才是电视机，等气机。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啊，一个裸女啊，不，一个裸男，脱光光了，坐在石头上，啊，猜成语，一石二鸟，不对，哪两个鸟？一个男的啊，哪两个鸟？你乱讲！一个裸男坐在石头上，这成语啊，一石一鸟，有这个成语吗？以卵击石。还有一个裸女坐在石头上。一个裸女坐在石头上，成语哦。好，跟你讲好了啦，反正你也不知道。空穴来风。还有，一个老太婆。还有，我一次讲完，我走开。好，你先把耳朵捂住，我讲给他们听。一个80岁的老婆婆，跟一个20岁的小伙子结婚的新婚之夜。猜一句成语。什么有够恶心，有点好恶心。我画图啊，我讲啊，反正你们也想不出来啊，我就有时间画啦。你们不是怕恶心，我还讲这干嘛？老少咸宜，它是成语啊，成语哪有什么老少咸宜这回事呢？哎，想不出来啊！啊，他的答案是古道热肠。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检验大家心态纯不纯洁的时候，笑得越夸张。好啊，不讲。哎，请去请教那个小女孩，对她涉世很深，好不好？所以她什么都知道，你可以问她啊，她可以解释给你们听。好，不要解释了。哎，上课要录进去啊，来，下课再慢慢解释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，这个冷气它的材料是这样子：第一个一个烧杯，但不见得要烧杯啦，什么容器都可以，烧杯一个。接下来里面放两种物质哦，不是石头，冰块，还有盐巴，没有番薯啊，冰块跟盐巴，哎，还真的有点像。哇塞，我都没注意了，你就背。听着，哪两个材料？盐巴跟冰块，答对了。然后听着，它用什么方式？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盐巴会不会溶解在冰块里面？但不会嘛，盐巴只溶于水，对不对？我们利用两个原理。第一个，冰块下去之后，冰块会吸热，就把里面的空气的热都吸走，那里面的温度就下降。因为冰块会把周围的热吸走，它要融化嘛，所以里面温度下降，它融化成水了。它融化成水之后，刚刚你加进去的盐巴就会融在水中，盐巴溶于水，你要背起来，它又会吸热，所以经过两道关卡的吸热，这个杯子里面有盐巴跟冰，冰融化吸热，把里面的热量吸走，然后呢变水之后，水盐巴在溶于水中又吸热，所以整个杯子里面的温度最多可到-20°C 或者-22°C 左右，所以等于是不是电冰箱的意思吧？你看你去吃很多那个寿司店。他们那个切那个什么鱼啊生鲜啊，他那有时候没有冷藏柜的啊，他下面是垫一个布，布下面就是冰块，冰块上面再撒盐巴，有他要撒盐巴，只是他在布下面啊，在布下面，有的时候他没有盐巴会省钱，他是用
用那个直接用块用冰柱放着，可是冰放着会融掉很快，所以它有时候下面会撒一点盐巴，所以上面要铺一层布啊。如果你没有铺布或铺什么的话，其实基本上你只有碎冰的话，你不可能撒盐巴，不然的话那些食物不是变咸了吗？可以啊，所以撒盐巴是最好。所以这里利用两个原理，第一个冰融化，吸着放着，吸着放着，吸着，然后再来食盐溶于水，吸着，两个都是吸着，你不要一个吸一个放哦，可以重复吸着，里面温度又下降了。所以你看喽，听我讲，这个是冰块，这个是冰块，你先不要写哦。这是冰块，里面在撒很多的这什么东西？盐巴。这是盐巴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盐，注意听哦，当你刚开始在放的时候，你注意听哦，这个玻璃杯的外层啊，有一点雾雾的白雾，你猜那是什么东西？霜，答对了，那不是小水滴啊，那是白色的。我以前跟你讲过，只要白色，大部分你都猜小水滴是对的。但这里因为到零下二十度，所以杯子外层会结白色的霜，所以呢，这个外面会结，你要注意哦，会有白霜在外面，白霜，白色的雾层啊，啊，白霜，没有红霜，可以啊。白霜，那接下来他会考虑哦，注意听哦，给你个温度计，温度计插进去，最多可测到几度？我刚才有讲零下二十度左右。如果他给一个这个试管，看一下试管，试管，他给你个试管，这试管里面还装了水，装了水，你猜这试管里面的水会怎么办？当然结冰哦，不是变冰的而已哦。水会结冰哦，热水，你非要搞一个热水来吧？热水如果你量够，最后也是结冰的。里面冰块如果是够的，可以吗？所以材料只有两个东西，好，你可以写起来了，写起来，写起来。材料只有两个东西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冰块，第二个就是食盐。材料，食盐及冰块，冰块。及食盐，食盐的化学式是什么？背起来，食盐化学式 NaCl， 很重要。没事吧 ？NaCl 参考，食盐，行哦。冰块不用写了吧 ？H2O， 再来，上面是不是有告诉你我们的原理是利用什么原理？原理，我们是利用冰融化会吸热，然后呢变水之后呢，食盐又溶于水中又会吸热，所以它利用两个原理。第一个原理，冰融化，融，请你写火字旁的哦，不要写三点水哦，可以吗？啊，就是加热溶掉了嘛，哈，冰融化吸热。啊，食盐溶于水也是吸热哦，强烈的告诉你哦，不要给我一个被吸热，一个被放热哦，它是双重吸热，听懂了吗？这样那个空间里面的温度就会下降，所以冰融化吸热，还有盐溶于水，食盐溶于水，盐溶于水吸热，盐溶于水压死吸热，压死吸热，对，也是吸热，双重吸热。最多可到几度啊？温度嘞，温度嘞，温度嘞，最多可到几度？大概零下二十度 C 左右了。好，有人会写零下二十二度 C， 都可以啦，可以啊。负二十度 C 以下，什么东西放进去都会结冰哦。我回家可以做看这个实验，简单的电冰箱，买几个冰块。比如家里有冻冰块了，然后呢再加上食盐放进去，然后可以做成你的那个随手拿着比较凉的东西，可以哦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吗？我知道你想下课，但是我们要把下面这个填完。好，我说教完这个就放你下课。好，我现在放你下课，可以啊、哦。那十分钟回来，可以吧？好，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好。
来喽来喽。上课上课喽，开始。好了，开始喽。来看到下面凝结凝固跟融化，你要背起来哦。来，你看一下，第一个粒子，粒子通通都要背起来，行吗？行喽，开始喽。来，严寒的冬天，你干嘛看着我就傻笑？来，我上次去买面包的时候也看过这个笑容。对，来，开始，严寒的冬天，啊，口中讲话会吐出白烟，为什么？没试过啊？哦，冬天的时候为什么会有白烟？因为外面空气太冷，所以它是口中吐出的热水蒸气碰到冷就凝结成小水滴，所以你看到白烟，第一个优先先选小水滴，这样知道吧？会下雨吗？啊，还不够，因为你的水滴也要分量要够，然后空气中的湿度要达到我们的饱和点啊，然后才会下雨，可以哈？好，第一个记得是呼出的气体中的水蒸气遇冷形成小水滴，要背起来。第二个开始。冰箱中拿出瓶子，过不久之后，瓶子外面就会有水滴，都没打开哦。为什么 ？Magic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冰箱拿出的空那个没有开罐饮料啊，放着，为什么旁边会有小水滴？过一会儿，什么凝结？哪里的什么东西凝结？空气中的小水滴碰到冷瓶子就凝结成小水滴了，遇冷它就要降温，降温形成小水滴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道背起来。第三个。云，天空中的云，雾，还有露，这三个都是小水滴。冰、霜、暴，都是固体，虽然也是白色，但它是固体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如果考到冰、霜、暴，你要记得是固体的哦，可以哈。好，所以这上面有好，大气中的云雾露是雨滴的形成啊，与雨滴的形成是水蒸气凝结成水滴的形象，请你写一下凝结。凝结，可以吧？凝结已经填了，填了，凝结可以哈，已经填了，可以哈。好，珠雪跟霜是水滴凝固成冰的现象，行吧？凝固，凝固已经填了，可以哈。好，再来，干冰，你还记得吗？干冰会变啊，升华不错，干冰升华变什么？干冰升华变什么？啊耶，不是吧？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什么颜色？他答对了，透明无色啊。二氧化碳怎么会是白色呢？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们看到现在空中有白白的？又白内障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哎，所以你看到二氧化碳喷啊不，干冰弄出来那个白烟，那个白烟什么成分？那白烟什么成分？小水滴。那为什么会有小水滴？干冰升华变小水滴，不是干冰升华变成二氧化碳。可是它干冰升华是要吸热，把周围空气中的热都吸走，水蒸气的热都吸走，所以变成小水滴了，一堆白色，听懂没有？所以你记得，干冰升华变二氧化碳，你看到的白烟只是水蒸气变小水滴，那个不是干冰产生的。我讲过，升华除了有它以外，还有两个东西，你要背的，升华，电会变点蒸气，还有一个。长孬丸，可以哦，广告不是这样讲的吗？行哦，好，再来，干冰变成二氧化碳的现象称为升华，把二氧化碳下面画个线，写一个 no color， no color， 可以写透明无色，可以，你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再把白烟当成是二氧化碳，可以哦，加油，我对你们第一次段考非常有信心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们班应该是有信心的，因为你们班呢，本来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比较白目，但你们班是讲的听的，对，是比较白目，对，但是我都讲实话嘛，但是你们班算是可以改过的班，有的班是讲不听的，没有例如就很多班这样子啊，有一定有些班是你怎么讲啊，他就讲不听，对我行我素，你们班还讲的听还不错还不错，可以哈，好代表。还有一点道德跟羞耻感，可以哈，来，讲不听就是
你怎么跟他讲啊？他就一副不甩你的样子。啊？终止我什么意思？终止我不可能啊！你看那个台湾都是比终止，外国人都比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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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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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没有 your mother 这回事 ，your grandmother 都没有这回事，啊？你说这个吗？这个其实指性器官，对对对对对，男生的性器官，对，女生的、啊，女生不是那样子，但是现在录，不要录到我，不要录到我，哈哈，不要录到我，你不要动啊，哈哈，女生。女生是，不要家长看到女生是这样子，不是，不行，哎、欸，不要录到我，不要调，不要录到我。女生是，就教这个，我怕人家家长看到不好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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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，不是不是，他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你女生问我为什么？女生啊是这样子啊，不是教授，我是跟你讲说，你看外国人啊，如果你台湾人跟他比，对吧？外国人比什么？哇靠，多高啊！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看外国电影是不是这样比？他都整只出来吧，都是这样子、啊。你以前没有玩过游戏吗？这样无聊，就是那个，就是两只手啊，啊，一个人放这样子、啊，一个人放这样子啊，知道吗？对对对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。好，来。要有问号啊！我在测试你们心态纯不纯洁，对不对？就我发现我们这里面最懂事理的人是他，那是他，真的，他什么都听得懂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他最懂事理的，博学多闻。你不知道、啊？你问他，他知道，他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子啊。好，我讲，你就下课的时候就是。就是一个这样子嘛，拉一个这样子嘛，拉两个合起来嘛，对，两个人拉、啊，合起来要打开啊，打开啊，随便打开一个啊，进去啊，啊不要，就这样就这样，不要动不要动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弄好弄好，小绿你不要怕，赶快，你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，就这样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合，你这样放进去啊，你放进去啊，说我要干嘛，我离这么远我会干嘛啊？拿两个合起来啊，拿两个弄进去啊，弄进去啊。不会怎样啊，真的啦，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没错啊。然后合起来之后，然后一边的就倒在这样看啦，嗯，对不对？对，以前我们男生很无聊啊，都要玩这个吧？不行啦，要。不是，这高中才会，就是，哎，就是。合起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，不要，这奇怪，就合起来啊，合起来啊，放进去啊，然后好，不要动，就你小绿打开，打开，小绿打开，或者你打开啊，你干嘛、啊？好像我，好，哇，他看懂了，看懂了，好了，不要再玩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玩，好，不要再玩了，来，烦死了，不要再玩了，开始，出言精致，好了，开始啦。人家说啊，录影的时候啊，尽量不要讲一些黄色笑话什么的，因为我根本就不认为我心里有黄色啊。对对对，因为你是红色啊。我是红色。哎呀，其实你们现在的小孩子，说真的啊，不跟你讲一些奇奇怪怪的，不要说奇奇怪怪的啊。好，你们自己上网是查就乱七八糟了，不是吧？对不对？怎么很像我？你们都是这样子啊？什么图什么图什么图 H 图乱七八糟，什么都抓下来了，对不对？防堵是没用的嘛，不如教你一些正确的
习惯了，你就不会觉得那个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，他知道那么多，他完全不会，他完全不会觉得这个什么、啊。尖锐，尖锐，为什么？我会查。尖锐，是尖锐的尖锐吗？好，我去查查看。哎、欸，要多一个新东西可以跟学生讲啊。尖锐，就是 Jeremy 他的哥哥尖锐。好，开始。物质的分离，出演的精致，开始好。来。这个图啊还蛮重要的，你要仔细听哦。我先找了食盐，然后把它装进杯子里面，加水。接下来我再加泥沙。好了吗？看我这样，我给个杯子，里面食盐，再加水，加泥沙，搅一搅。这样好恶心啊！泥沙，请你做一件事情。目的就是把食盐跟水还有泥沙分开来。现在你就要学这个，而且一次背完。等一下我们小考就是这个。要小考，我等一下现在所讲的东西 ，OK 吧？现在对你有机会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啦 ，OK 啦，可以看着好。我觉得我们班你，我觉得没事吧？你没有把桌子碰坏吧？可以哈、哦，哎，碰到膝盖很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但你还是先看一下桌子有没有事。啊，他真的很痛，我怕他上面有沾到你的血、啊，他脏掉了，他已经很痛的样子，很痛对不对？你那个、哦、就拿那个什么，不要去按他哦，不要去按他、哦。拿热水啊，跟冷水啊，然后呢，再拿药啊，再拿七七四十九碗水，然后煎成一碗，对对对，对，煎成一碗，然后不用喝，直接倒掉就好了。你看那个很多那个命理人的老师，不都跟那个江湖术士一样？你没有看吗？电视不是很多命理节目吗？什么什么张维忠啊，什么什么乱七八，这不是每次讲风水的吗？都搞得跟那个江湖术士一样啊，好，所以我们就说他们的是，只要他叫你做什么事，那个什么符咒什么煎啊，拿多少水煎多少日啊，然后呢做什么89碗、48碗、49碗熬成一碗，然后喝掉都不用喝，直接倒掉就好了啊。好，开始哦，食盐加水加泥沙，开始分离第一件事情，注意听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看着。因为我们要确认会不会这样分，泥沙也要分进，要弄进去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称为叫溶解过滤法，先不要抄，听就好了，因为这整个黑板都要用到。我们拿一张滤纸，拿个漏斗，滤纸套上去，把这整杯，你知道吗？食盐会溶于水，泥沙不会溶于水，一倒你就发现，食盐溶于水会变小颗，小颗到你看不见。有人就会说，啊，这食盐加进水中都看不见，都质量不见了，不是不见了，是小到你看不见，但是质量还是在的。比如说这一杯水100克，你加了10克的食盐，假设搅一搅全溶，这整杯一定是110克，不能用你看不看得到来当成这个东西存不存在，这样行吗？那接下来我们把它倒下去之后，拿漏斗加滤纸过滤，你就发现水跟食盐都会掉下去，而泥沙是留在滤纸上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泥沙不溶于水，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叫做溶解过滤法。我们能过滤出泥沙的原因，纯粹就是因为两个原因，第一个，泥沙的颗粒太大，第二个，泥沙的溶解度不够，所以溶解过滤法能够分离物质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利用颗粒大小不同，或者是溶解度不同。能够全溶的，就颗粒会变小；不能溶的，颗粒就会大。这样行吗？所以第一个方法称为叫做溶解过滤法。好，等一下你再摸这个图哦。溶解，不要抄，你抄我就擦掉。你要把它印在脑袋里，溶解过滤法。我们刚刚有说，溶解过滤法利用的原理是什么？原理快，
原理是什么？什么过滤原理啦？颗粒大小不同，或者是溶解度不同。原理是颗粒大小不同，哇，这条不讲。颗粒大小不同，颗粒大小不同。我叫你不要抄，原因是因为等一下你就会骂我了，因为我在那分很多，但你抄不下去，你不要怪我。可以啊，或者是或什么溶解度不同。你觉得溶解度小的会过去，还是溶解度大的会过去？大的会溶的嘛，哈，溶解度不同，两个答案都可以选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然后呢，我要必须要教你一下哈，这个溶解过滤法呢，我们要用那个滤纸。那滤纸，你有没有看过滤纸啊？没看过滤纸啊，很可怜。看着哦，下次好，下次我带过来。我尽量，因为我人多嘛，贵人嘛，我忘事嘛，可以啊。其实画的不太远，中文老师画的很远，他比较老啊，经验够啊。我年轻，经验不够。哎，没有老助人这回事，好险钟姐不在。对，钟姐会杀了你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疼我。啊，他说过三十就算。是什么？是什么啦？这些孩子好奇怪，怎么我都听不懂你们在讲什么呢？什么叫他不是？哪个啦？哪个啦？好烦了！来看着看着，对，没错，看着。其实这样画不好，对不起。改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你可能等一下会看不懂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改一下，改一下啊、哦。这样对了吗？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派大星啊？听说他是你们的偶像，对不对？你们是好朋友，对吧？看着、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这一个折上去之后，就这样对折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哦打开来，然后在这里，哎，不错不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不错哎，你这小孩子有天分哎，撕角。我是看你们会认真上课，撕一脚，撕一脚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一撕肉，这边还在不在？在。你有发现这边是两层？只有把这一块撕掉，这块是留着。拆开原因是什么？啊，不是，就是你这样撕啊，只撕外面这一层哦，就把这层撕掉，这层没撕啊，那折过去这不是这个打开是个两层吗？如果你只有把这里面拉开一条，弄成一个那个锥形的，你放到那个漏斗里面去的时候，因为这边会比较厚，所以有可能会翘起来，没办法服帖的弄在那个漏斗上面，所以我把厚的这边撕掉一层。看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不是圆的，没办法，折吧，然后再折吧。这里是不是会有两层？这
这里是有两层。哇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这是叫。是啊。哇。噔噔噔噔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啦，是这样，这会有两层嘛？这会有两层嘛？这会有两层嘛？啊？要撕大张的啦，大张才会有。好，不要再玩了。好，不要再玩了。来，这个撕掉一层，你很烦的。我其实会很多，我会很多，我。好了，好，不要再玩了，不要再玩了，开始。来，不要了，接着，不要，你好烦哦。来啊，这样是不是打开了？是不是打开了？啊，可是这边会厚嘛，这边会厚嘛，有没有？这也会厚啊，有没有？这也会厚，所以要把这个外层了给它撕掉，这太厚了。撕掉之后打开，这样子啊，这边才不会，你放进去的时候，这边因为太厚啊，它会有那种弹性哦，把它弹开来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哈、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让里面服贴，还有放的时候有个问题，注意看喽，放有什么问题啊？好，这里放的时候，看着哦，这个是漏斗，好漏啊！对啊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那好烦哦！上一节跟死掉的鱼一样，这一节开始生龙活虎。哎，看一下。看出来吗？这漏斗纸放里面，第一个问题，注意听哦，漏斗纸。它千万不能高过漏斗的这个旁边的壁缘，不能比它高，因为要不然你一倒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它会因为旁边没有支撑力嘛。如果这漏斗纸超过它的话，它旁边会洒出来。第二种，不准比它低太多，比如说低到这里来。为什么不准低这么多？不是，是因为漏斗壁跟漏斗纸如果缝隙如果差太多的话，你倒的时候万一液体很容易高过。那是不是有可能会从漏斗纸跟漏斗壁之间的缝流过去？那就没过滤到了，听懂了吗？所以不可以比它低太多。也就是说，你倒液体的时候是不能够让液体啊高过。假设你现在漏斗纸坐在这边，你不可以高过漏斗纸，不然的话它会溢过去，从那缝隙之间就两个夹层之间漏走，就没过滤到。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好，那你再看下面是斜的，你们看到下面是斜的。下面写的，请问你哦，该怎么放？我上次是不是讲过？是吧？这样子放，没错吧？目的是什么？顺着壁滑下去，避免液体溅出来，听懂了没有？避免四溅，对，避免四处溅出来。再来，重点来了，我们拿烧杯，你猜要怎么倒？拿一个玻璃棒，注意看哦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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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是有画过这个，然后烧杯这样子倒下来，烧杯，等一下我画一次好不好？也画不上去了，画不上去了。不要随便对着一个男生说好小，正道，可以吗？而且你这个玻璃棒波棒，还要吐着这个波棒，不是波棒，啊，吐着这个绿漏斗纸，为什么？这样吐着它哦，才能够弄着，才能够加速让它流下去以外，
加速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避免到的时候很容易就超过，让它可以快速的顺着这个玻璃棒啊漏下来之后，碰到漏斗纸，让漏斗纸潮湿之后，很容易跟气壁能够贴合，听懂了吗？以上讲的这些通通都会考，如果学校考实验题，这些通通都会考，可以哦。再来，听着哈、哦，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下去的是谁？下去的是谁？下去的是谁？水不对，食盐加水。下去的是食盐水，那留在上面的是什么？泥跟沙。请问你，下面是食盐水，食盐水是纯物质还是混合物？混合物。上面的泥沙嘞？当然混合物的泥跟沙怎么是纯物质？可以接受吗？所以你，我问你，这个方法过滤出来之后就变成是纯物质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方法过滤出来还是混合物，所以出来两种东西，第一种。下面是泥沙，泥沙是纯物质混合物，你要自己要写，不是现在混合物。所以这方法弄出来之后，不见得都是纯物质啊，还是混合物。上面是什么东西？上面是食盐水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步骤，我要把食盐水里面的盐跟水分开。再来一次，食盐水要把食盐水里面的盐跟水分开。我们用的是蒸发结晶法，也有人简称叫做结晶法。蒸发结晶法，一听就好了，因为这个讲完你就吃饭了。真的、啊，是看到我们给一个，你去吃那个寿司店的时候啊，它是有那个沾酱油碟子，就那种沾酱油碟子啊，有的是比较厚一点的。不是塑胶，是那种玻璃的瓷的那种，是比较厚。寿司店比较高档一点的，真鲜没办法，它是薄那种塑胶一种。有一种是那种厚的，像玻璃的，是吧？就旁边是比较高的，我们称为叫蒸发皿，就是把这个哦，整个食盐水倒进去之后，拿火底下在那边烤，烤了之后你猜猜看，谁到沸点之后谁会先跑掉？水会先跑掉，因为水的沸点100°C， 食盐的熔点就有801°C 了，所以你加到100°C 的时候，它那个水会先蒸发掉，蒸发之后里面就会剩下食盐的颗粒。这里有个要注意的，如果你温度上升很快，就大火的话，你可以想象成那个水啊是慢慢的一层一层变薄，变薄都是全部跑掉，所以呢，里面的食盐颗粒是散落在里面，都小颗的。如果你今天是火是慢慢加温，就是小火，它里面那个水啊会慢慢的就是蒸发之后沸腾之后跑掉，最后变成薄薄一层。接下来薄薄一层在干嘛？慢慢的跑掉，是不是就用水就缩起来，在缩起来的过程中可以把那个食盐颗粒卷起来，一直滚到最后就变个大颗的，听懂没有？讲白一点就是，如果温度上升快，食盐结晶颗粒就会小；如果温度上升慢，食盐结晶颗粒就会大。下了一个大，反过来，温度上升快，你就当水轰一次跑掉，所以里面的食盐颗粒都散落在各处，听懂了吗？你有没有去买过冰糖？冰糖是不是你去买的时候有分大颗跟小颗的？哦，没买过，要去看一下杂货店，不是冰糖都有大颗跟小颗的？有看过冰糖吗？有吧？对啊，大颗跟小颗不一样嘛。那也是结晶出来的，大颗就是温度上升慢，小颗就是用大火一次烤，所以出来是小颗的，听懂吗？它并不是都大颗，然后把它敲碎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砂糖，我先跟你讲哦，砂糖有分黑砂糖跟白砂糖。我跟你讲哦，所有的糖里面，只要一烤糖，这也很重要。我们刚好问到，我就教你，只要烤到糖，一律填纯物质。可是如果烤到黑砂糖、黑糖，它就是混合物，所谓的黑糖就是粗糖啊，这样知道吧？粗糖就是还有杂质，盐也有分粗盐。我们从海水里面晒干拿出来盐，其实有点黄黄的，知道吧？它就是粗盐。可以啊，你家里吃的那种白色纯白那种是细盐，就是精制过的盐，是把泥沙那些杂质全部弄掉了，听懂了吗？那种是好盐。所以说粗盐跟精盐，粗盐一律都有杂质，粗糖也是，黑砂糖等于红砂糖，你知道黑糖就是红糖，你知道？你看日本来的什么什么冲绳那种什么什么黑糖有没有？
为什么比较便宜？那杂质多嘛，所以没那么甜分，没有那么纯，这样听懂吗？你看起来大颗，其实没有那么纯的甜分，所以只要烤黑糖或红糖，它就是混合物，其他的糖什么半乳糖啦、果糖啦、麦芽糖啦，这些通通都是纯物质，白糖也是，方糖也是，台糖是个牌子，行不行？台糖不是糖啊，可以啊。蒸发结晶法，也有人叫结晶法，因为里面出来的食盐颗粒就叫做结晶了，这样听懂了吧？所以我们的原理是用什么原理？原理来听一下。哎，蒸发结晶法的原理是什么？我们请我们最懂事的，好，陈佩蓉，他叫陈佩什么？姚。来，陈佩，你说原理是什么？记得吞下去再讲，不然前面那个是遭殃的。戴上你的防毒面具，快！不会，我教你一首歌，《大笑之歌》，有没有听过？哇哈哈哈哈哈哈！有，来，请问原理是什么？原理，蒸发结晶法的原理。我们利用什么把水跟食盐分开的？沸点高低不同，要背起来哦。请问，我们收集的是沸点高的还是沸点低的？在那个盘子里面。高的高的低的跑掉了，听懂了吗？所以我们原理是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沸点高低不同，玩 A 摩卡可以，我会给你们时间操，真的，我会给你们时间操，你们现在最好是一次就背起来。沸点高低不同，请问你蒸发结晶法是收集沸点高还低的物质？高的，低的就跑掉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蒸发结晶法，请记得收集沸点高的物质，拉一条线，拉一条线，写一下啊，不要拉一条线，在上面写好了。好，这是收集沸点高的物质。老师为什么要特别注明？因为还有个方法也是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可是收集的是沸点低的物质，收集沸点高的物质。收集沸点高的物质，对，我要沸点高的。然后你听哦，你听哦，你听哦，这样子出来会变什么东西呀？盐跟水，答对了。出来的跑掉的是水，留下的是盐。水跟盐。好，我要问你一件事哦，水的化学式是什么？H2O 盐呢？刚有写 NaCl， 请问这是不是纯物质？是，这是不是纯物质？是。既然你讲是纯物质，纯物质又分两种，元素跟化合物。请问它是元素还是化合物？化合物。我说过元素，你要看你的化学式，它的化学式叫什么 ？H2O， 这是不同种类原子在一起的，这叫化合物。同一种叫 O2 才是元素，听懂没有？O3 也是元素，这个元素的化合物，化合物，所以它们都是纯物质哦。这个是化合物，这个也是化合物，所以这都是纯物质里面的化合物，可以吗？化合物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还没有完，有。放心，放心，你有时间。你看它下面有一大片空白，有没有？翻页，有一个大片空白。其实我都有写给你一些过程的，没有关系。看着，看着，我们把水拿来再分解。后面这一段，国二可以不用会，但国三要会。国二不会考，国三会考。国二。变烦了，来，国二其实有会考，明年就会改了，到你们上去就改了，明年就会改了，对，哈哈哈，啊，你听着，这个我们用电解，给你一杯水，拿那个电线插好电，把头拔掉，可以导电那种，碰一下啪滋啪滋啪滋这种声音的，对，那种插好电，然后把两根电线用力的插。
插入水中，你就看到两边就冒出气体出来了。那气体看不看得见？看不见。你可以拿杯子收集起来，它有两个气体，一个气体叫做，不是水电解，通电而分解叫电解，会出来氢气跟氧气，答对了。它会出来氢气跟氧气，不要动，听我讲，这叫做电解，电解通电而分解。所以你告诉我啊，请你告诉我，这个是物理变化还是化学变化？当然是化学啊。这个东西，它的化学式长跟它一样吗？不一样吧？这是不是新物质？是啊。那请问你哦，这化学式怎么写？叫什么？那你用手写给我看，快，叫什么 ？H 不对，讲物质必须要讲分子式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。你背的叫元素周期表。我如果问你氧气，你给我讲 O， 我说臭氧你也说 O， 你就是倒耳吞。当年他就这样说，所有物质都是原子组成，所以原子代表物质性质，这样不对的，听懂了吗？氧气不能讲 O 嘛，可以吗？氢气叫 H2， 氧气叫 O2， 可以吗？水叫 H2O， 可以吗？电解变这两个东西，然后我给你看一个实验，注意看哦。我们产生的时候，你看哦，我这里画个电池，因为这个等一下会擦掉，看着哈，这个这里好了，这里给个电池，电池会不会太小颗？不会哈，太好啦，大家都不觉得它很小就很好啦，来等我一下哈，哎呦，黑板不够大，没办法，再画下去隔壁就要讲话了。你好烦啊你们，来听到这是什么？看到这里面装的水。这里找两根石墨有个俗名叫做黑铅。我讲话可不可以快一点啊？不行啊，我讲太快你会记不起啊。石墨俗名叫黑铅，用在哪知不知道？答对了。所以你叫铅笔是叫错的，原本它不叫铅笔，它叫黑铅笔。有人还以为说，老师还有蓝铅笔啊，白铅笔啊。不是啊，不是指颜色 ，no color， 这是名词 ，n 黑铅。又有人要问我，老师，黑铅跟铅有没有什么一样？小白跟白痴有没有一样？有一样。那小胖跟阿胖有没有一样？小胖、阿胖、蠢胖、吃胖、笨胖、呆胖，胖胖，只要有胖都是指同一个人，是吧？这几个字一样就一样，不一样。黑铅跟铅不一样啦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外国小说翻译过来的字，它是写黑铅笔，它不是写黑铅哦，它不是写铅笔，它是写黑铅笔，黑铅才是对的，可以啊、哦，跟铅完全没有关系啊、哦，黑铅就是你的石墨，石墨就是碳呐、啊。你有没有烤过肉？那烤过那个肉，那个木炭是不是可以在墙上写字？可以拿来敲头，对不对？硬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知道它是硬的啊，那地上可以写字嘛，手会脏嘛，不是吗？可是你买那个碳。可能纯度不够高，所以烧起来会有烟。卖好一点的，纯度高，是不是有那叫什么原子碳？中间是空的，有没有？还有洞，整颗的，形状固定的，烧起来没有烟的。如果你在家里想要干嘛的时候比较快，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未来忍受一些浓烟，没错吧？可以哦。所以这是石墨，可以导电。铅笔那个如果够纯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导电的。你看哦，这个是电池，这是正极，这是。负极为什么？凸的嘛，阳极，男的，正的，后面是凹的，负极，有没有很凹？还是凹的嘛？可以吗？其实有的不是平，它是凹的，你知道吗？原本是凹的，有点凹、啊、你听哦，看着哦，看着哦，这个棒子叫做电极，这个叫电极，通电的那个极啊。就是最边边的意思，这个极就叫做正极，这个极叫做负极。我字写比较小哈，那个看不见，自己要想办法啊。电机前面的啊，好，对不起啊，来，啊，那你先听正极跟负极。我只要教你一件事，
你猜氧气产生在哪里？正极，这个产物哈，产生出来的物质哈，产物啊，你听哦，正极产生什么东西？氧气，负极会产生，答对了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上面写的，好，好，它有口诀，这有国三的，负氢正氧。负氢正氧，会了吗？负极氢气，正极氧气。它有另外一个背法，可是比较怪一点，你要听吗？真的、哦，你自己要听了哦，不是我、哦，我是不愿意讲了哦。好，正极又叫做阳极，负极又叫做阴极，所以叫做阴精阳养，阴清阳养。这样可以吗？阴清阳养，我没有怪怪的。其实他有下一句：父亲正养找妈妈，阴清阳养抓一抓，好没了，好了，这样行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好，这是他的产物，这以后国三才会。你要记得，他有正极氧气、负极氢气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啊，里面自己就会产生，正极会产生氧气，负极会产生氢气，可以吗？这样行哈、哦。好，这是目前你要先会的东西。然后这里看这，看这，这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还没有到你抄的时候，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。这里我要看这个蒸发皿哈，我要给你个杯子，蒸发皿，蒸发皿，这就是蒸发皿，不是瓷的，瓷的，对，就像那种瓷碗一样，可以吗？瓷碗，那把实验水倒进去，倒进去之后。加热，它就水就跑掉，可以吗？但是呢，你要注意一件事情，我刚才有说的，如果温度上升快，结晶颗粒会小。答对了，温度上升快就是温度高了啊，结晶颗粒小，结晶小，这个是你要背起来，万一考出来，结晶小，温度上升慢，它的结晶是大的，结晶颗粒是大的，然后呢？这个是收集沸点高的物质，因为黑板写不下。等一下，我下面有列的，我再告诉你哪些是收集沸点低的物质，可以哦。来吧，交给你啦，你可以照起来，抄哪、啊？全部都要。其实哈，我先跟你讲哈，讲白一点啦，其实我这里已经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一般我是叫你抄下面这一块。够够够，你横着写，不然你就抄这嘛。嘟噜噜噜，这样横着抄，横着抄。旁边没有什么要写，因为我给你写，几乎都写掉，知道吗？可以不要也可以，但是这完全都会考。我说断考，完全每一个，对，都会考。没考，中文老师跪在门口跟你说对不起。我赌他代表我比较信任他的性命啊，知道吗？我等一下叫钟老师跪给你看。其实有放啊，有，明白啊？高雄不是有放吗？其实台北啊，没办法，他回头了嘛。来吧，来吧。这个数学老师有在用吗？有啊。为什么要用这个？用手就好了。我会用啊，我手就是圆规。哎，快快抄起来，我们还有东西要写。对，螺旋桨。我好无聊。那什么 ？Y， 其实这三颗都可以用。可以，赶快等你。这根本就是断掉，都被我弄坏了。那是不是断掉？这里啊？哦！不要开玩笑了。对啊，这是断掉，这谁弄断？你啊，很久没有
我刚才绕过你，现在讲我。好，等你啊，快哦。溶解度不同，或 over 什么字好丑，你刚有听的都知道，或溶解度不同，可以吗？有很大声，我耳朵很好。他叫你哎，好了，你说啦。三点水啊，溶于水中啊，你用火烤的话就是火字旁，溶，对。好，我去那边。好，快！呜、哦，这个月份不要乱讲话。你刚才听到？我有看，我有看到，他本来坐你旁边，然后过来。他坐你肩膀上，他们觉得肩膀酸酸的。快啦！快！出演的精致，所以我们给你复习一下。你别写，我别复习，不然很无聊。来，湿盐加水加泥沙，溶解过滤法利用的原理是颗粒大小不同或溶解度的不同。溶解度大，颗粒就会小；溶解度小，颗粒就会大。因为溶解度就代表全溶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拿滤纸过滤。滤纸过滤的时候，请你记得，我们对折再对折，请问要把那个重叠的地方撕一个小角。目的是为了让它可以服帖，所以如果你的地方是够的，看我这啊，撕角的原因是什么？可以与气壁服帖，与容气壁，气壁啊，字比较小，自己看一下啊，容气壁服帖，与气壁服帖，这样子比较不会从缝里面漏走，这样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请记得、啊、这个边缘。不可被塞卖大便不行，不可高过漏斗，不可以高过漏斗，不可高过漏斗，可以吗？不可以高过漏斗，这样子 OK 吧？可以，好，不可高过漏斗，可以啊，也不可以比漏斗低太多，因为会从那个缝里面流走。那会变成泥沙啊，泥沙是流上面的，上层是盐水。再跟你讲一次，这个方法是过滤出纯物质的，对不对？不对的，这两个都是混合物。所以这里你是不是还要再写一下？盐水其实是混合物。Yes, 没错。来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蒸发结晶法，我们利用的原理是沸点高低不同，我们这里收集的是沸点高的物质，沸点低的是不是跑掉了？然后接下来呢，你去加热的时候，温度上升快，结晶颗粒小；温度上升慢，结晶颗粒大，行吗？好，影响蒸发快慢的因素有什么？猜猜看。温度高低，还有表面风速大小，还有湿度，还有物质的本性，可以好。好，没关系，我边讲你边听就好。你手在写，耳朵在听，眼睛在看黑板，把三个全部分开来用。好，不要一直转哈，来。如果变成水跟盐，盐就是食盐嘛 ，NaCl 好，它是叫做化合物，水也是化合物，水可以再利用电解分成氢气跟氧气，氢气就是我们的元素啦，元素，氢气就是元素啦，因为都是同一种的原子结合，不管几个，只要同一种就是元素，而氧气
嘛是元素，嘛是元素。电解水的时候，父亲正阳找妈妈，擦擦痒痒抓一抓，可以哦，这样没问题吧？不用画，把全部记起来就不用画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记得还我哟。好，我们是否下个快？不可高过漏斗旁边夸壶，收集沸点高的物质，再夸个壶。你说？元素，元素，要。你就知道我对你们多好，写的多仔细，还没写完，还有要补充啊？有啦，没有，这都印在下面啦。分离物质的方法，溶解过滤法，蒸馏法，结晶法，色层分析法。十一点半，对啊，我们要再会。等一下，不要这么无情，赶快来，我们把它教完再赶我走来。哦，其实这个是年代字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年代字，李长博交给你哦，把它修好。这样你要怎么选李长啊？也是，李长，李长不能够只顾钱不干事啊。超越你李长，超越李长，所以李长是最弱的。因为我们都超越了一张，好了吗？还没啊。产物下面父亲正阳，你可以不用抄，那只是个口诀而已，行吗？你可以背父极氢气，正极氧气。你要写个，你写父亲正阳就好，不要写个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写上去，你妈妈看你笔记的时候，我是一概不承认我教过这个东西。找妈妈，你就记得抓一抓，对吧？因为他一直问找妈妈，所以代表他记得的抓一抓。好了吗？小女孩别想了，来吧。对啊，别想了，来吧。哦，你要补课啊？就排啊，随便排啊，礼拜八早上啊，九点啊，我们不见不散啊，开始补啊，啊？哎，好，听哦，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我们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课，你慢慢抄啊。不要，好了吗？他已经不耐烦了，你要小心哦。你就看到后面已经拿菜刀准备出来，他已经不耐烦了。他已经不耐烦了。好，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先听了，先听了，不然来不及啊，真的，听到。蒸发结晶法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可是有一个人也是利用沸点高低不同。如果有人说老师，我就是要那个水啊，你水都跑掉，我不要食盐呐、啊。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。等一下，我先不先教一下，你等一下吧。好，好，我不会把它擦掉，你放心。好，它叫做蒸馏法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《哈利波特》里面？没有。就是每一种魔法电影都有一个瓶子啊，长这个样子的、啊，有没有？我们约在转角巷啊，可以哦，哦，斜角巷。好，对不起，这个瓶子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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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这里啊是这样子啊，噔噔，通常那个都会爆炸。好，这个里面装，比如说蓝墨水，蓝墨水是蓝墨汁加水。
然后呢，我拿塞子把它给塞起来，然后接下来里面给它加热，加热，加热的时候，水跟蓝墨汁，水的沸点比较低，会先沸腾，沸腾之后变水蒸气，就从这里跑出来。我们旁边再接个冷却系统，把出来的水蒸气把它凝结成小水滴，那个叫里壁式冷凝器。好，因为我不擦掉没办法画，那我只是先大家跟你讲一下，下次我再继续。总之，这个叫蒸馏瓶，蒸馏瓶收集的是沸点高还是沸点低的物质啊？会点低的咯，因为你跑出来的我才要嘛，留里面我不要啊。这是收集沸点低的物质，所以注意看哦，你这下面的这个 B 是不是有个蒸馏法？是不是有个蒸馏法 ？B 后面点两点，帮我写一下，收集沸点低的物质。对，点两点写一个收集沸点低的物质，它跟上面那个它跟上面那个蒸发结晶法是一样，它的原理都是利用沸点高低不同。你先点两点写一个收集沸点低的物质，然后后面一个句号再写原理。好，再讲一次啊，蒸馏法点两点写一个收集沸点低的物质，然后句号后面再写个原理，原理，原理，点两点。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要麻烦你自己写一下，要黑板满了我写不下去了。所以现在利用沸点高低不同，我教了两个东西哦，一个收集沸点低，一个收集沸点高。沸点低的是跑出来的，叫做蒸馏法；沸点高是留在盆子里面，叫做蒸发结晶法，简称结晶法。两个都会考，剩下几个方法，下次我教你。基本上这一节我是教完了，你要把五六七八九十，最起码，对，你要把五六七八九十做完。不错，而且五六七的不错，早做完是好事。能够继续往后做的往后做，因为我讲过了，你有做才会有分数啊。下次我们要上浓度计算题，有点难了，你要加油，可以哈。好，这样子你段考范围几乎都要结束了，所以我要回头教你一个东西，就是你的驾速表。不教你这一次考试到下一次，到第三次一定会完蛋。可以啊，为了下学期做准备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喽，我把时间交给老师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